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868页，倒数第四行，最后一句。十波罗蜜，我们学到第六，般若波罗蜜。般若波罗蜜呢，也有三种，我们收集了几份资料，三种说法了，有一些不同。为什么它有不同的说法？这是佛祖说法教学的方便。这是真正的般若波罗蜜。佛说法，祖师说法，实际因缘不一样。地点不一样，地点不一样。说明这个世间风气不一样，文化不一样，生活方式不一样，想法看法不一样，所以就不能用同一个方法讲。说法因人而异，因时而异，因地而异，因事而异，合的。我们看很多注解，很多种讲法，就等于什么？看医生的处方，看这个处方就想到，那个病人得的是什么病？得的病不一样，开的处方不相同。六个原则不变，讲法有改变。布施怎么讲法？持戒怎么讲法？忍辱精进怎么讲法？一定要看世界因缘。那我们看到了这个李老师编的《大专佛学讲座》14讲。这是对知识分子，是对初学佛法。所以讲的东西要能概括，要能普遍化，这个很重要。那么经上我们看到有一些专门对小乘讲的，专门对大乘讲的，专门对地上菩萨讲的不一样了，你在这里看到深浅不相同，广狭不相同，这些我们都要懂得，也都要学习，这就是佛家常讲，佛无有定法可说，佛法从哪来？从众生那边来。他的善根福德因缘，他能够理解的程度，能够做到多少，讲的东西恰如其分，他听了就欢喜。如果太高深了，讲了我做不到，没用啊。
啊，他只有赞叹了，对他得不到利益，现前就能得到利益。啊，那李老师这个讲法呢，是最适合现在人的根基。啊，那我们这一份资料，这三种，第一个，身空无分别慧；第二个呢，法空无分别慧；第三个，具空无分别慧。这对菩萨讲的啊，那么李老师当年教学对初学的知识分子般若这个三种的实相般若，第二个呢观照般若，第三个方便般若啊，这就广泛的多了。实相般若是讲事实真相，这一边身空、法空、居空都是属于实相啊，所以讲三空啊，这是对菩萨说的，不是对初学说的啊。初学要知道佛到底讲些什么，讲的宇宙人生的真相啊，他虽然不能理解，当然更不能够体会，知道佛法到底是讲些什么啊，让他有这个概念。宇宙人生的真相啊，真相是什么呢？真相是不可得啊，像般若经大般若经所说的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，不可得啊，这是事实真相。从什么地方看，他无所有，他毕竟空啊。佛经上佛常说万法皆空，也是实相，无论从理，无论从事，都不可得啊。相不是真的，那个佛法讲真妄，它的定义是永恒不变，这就是真的。它会变化，这就是假的，它不是真的啊。那么在宇宙一切诸法里面去找哪些是不变的，一切法的本体是不变的，也就是说这一切法是依什么生的，它有个体，这是属于哲学上的问题啊，哲学称这个叫做本体论啊。宇宙之间万事万物从哪来的啊？根据什么来的？这是本体论。可是在哲学上，这是一个大的课题，自古至今，多少哲学家对这个问题看法并不相同，
所以一直到今天没有定论。啊，佛有，中国儒释道都有。啊，佛教称为自信，称为法性，名词很多。儒家也称为本性。啊，本心本善。啊，道家称它做太极。啊，太极生两仪，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，八卦生万物。啊，它有这一套逻辑。啊，以太极为本体，道家以后啊，他们的祖师在太极上面再建立一个无极啊，无极生太极，就给我们佛门八识阿赖耶，哎，就有祖师大德在阿赖耶上面再建一个第九难摩罗什啊，其实呢这也没有必要啊，但是有一些人这种说法啊，八识的本体成为第九识啊，八识是一切虚妄的根本，自信是一切真实的根本。啊，所以我想建立第九识，跟建立无极，啊，可能也受佛法这种启示。啊，妄是从真来的。啊，把真摆在最高峰。那个智慧也头一个就是实相啊。啊，六度道般若可以说是纯哲学。啊，研究本体现象作用啊，实相实体啊，观照是认识论啊，实相是哲学里头的本体论啊，观照是认识，在智慧里面讲呢，实相是一切智，观照是道种智啊，宇宙之间形形色色，万事万物怎么来的啊，道种，道是道理，种是种种，众多无量无边无尽无数啊，这些物相啊，什么道理而产生的啊，第三种智慧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，面对着这个复杂的宇宙
众生，众生里头有人事环境，众缘和合而生，有物质环境，有自然环境。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应对啊，能达到人一生啊，像方东梅先生所说的最高的享受啊，这个就是般若之所得了啊，所得的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。人生最高的享受对自己来说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这人生最高的享受。在佛法讲成佛，这对自己，对他呢就是教化众生，帮助一切众生也都能够回归大觉啊，这是方便般若。啊，后面开出来都是从般若开出来。啊，方便、愿、力、智，这就是十波罗蜜以后的。啊，我们参考资料里头，既然摆在面前呢，我们也说说。啊，第一个身空无分别慧啊，对我们念佛有帮助，为平等照料俗地之法，说的是世俗，就是世间，这个世间包括的范围很大，不但包括六道，还包括十法界。啊，换一句说，四圣六凡这都是在俗地啊，我们用无分别的心去应对，既然没有分别，当然就不会有执着啊，执着是从分别生的，先有分别，后有执着。啊，分别没有了，执着当然没有。用这种心态，跟一切众生相处。啊，众生这两个字一定要记住。它的本意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，叫做众生。啊，不是说很多人，用很多人在一起的这个观念错误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啊，众缘和合而生起的。那么哪一个现象不是众缘和合？全是的。动物众缘和合。啊，佛经上常讲四大五蕴，四大五蕴完全讲的是动物啊，四大其实就是五蕴里面的地啊，色蕴，五蕴里的色蕴，色就是物质现象，受想行识是心理现象
啊，阿赖耶是个自然现象，都不出四大无蕴呐、无蕴里面的色，佛经上讲的这种种色，自然现象里面有无表色，它真有色，但是我们看不见啊。譬如说我们做梦，梦中境界有没有色？有。你做梦为什么别人看不见？啊，你做梦对我来说那叫无表色，没有表示出来，叫我们人人都去经验。另外是思想，我想一个旅游观光的景点啊，以前去玩过的，这个印象很深，一想，哎，脑海当中那个景观就浮出来了。我自己很清楚，别人不知道。这个色都属于无表色啊，不能说它没有啊。啊，这个东西存在哪里呢？佛经上说，在阿赖耶识里头。我这一念呢，阿赖耶这个档案就调出来了，我自己就很清楚。啊，是在我们天天跟人见面，我知道你是什么人。为什么知道呢？我阿赖耶有你的档案，一见面呢，档案调出来一对，没错。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通通是阿赖耶是个资料库啊。啊，那这里面有善的记忆，有不善的记忆，通通在里头。啊，这个东西麻烦呢、啊，这心不清净呢、啊，所以他把我们的真心染污了，障碍住了。啊，让我们的清净平等觉，清净平等就是真心不能现前。所有大乘佛法，他的修学目标没有别的，就是把这个东西清除掉。用什么方法？把阿赖耶的这些记忆清除掉，用定功啊！啊，定是什么？定是不思善，不思恶，所有一切的思维统统放下。啊，我们常讲的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这是大定啊！啊，小定什么？小定是不执着。一切都不执着了，真不执着了，这小定现前，这定谁的定？阿罗汉的定。啊，这个定境能够在六道里头醒悟过来，觉悟了，觉悟之后六道不有。于是我们就晓得六道从哪里来的，六道从执着来的，执着没有就没有六道轮回啊。但是你有分别，有分别就有声闻缘觉，
啊，如果分别没有了呢？分别没有的时候，声闻缘就没有了。啊，菩萨跟佛现前，十法界里头最高的境界现前。啊，那么最高的这个境界从哪来的？从起心动念来的。起心动念，华严经称它做妄想，一般大乘称它做无明。啊，为什么？如果是明，明不会起心动念。起心动念是迷，迷而不觉，觉心不动。这大乘经上常说，觉悟的人啊，心是定，不动，迷了心就动。啊，这一些重要的概念，我们必须知道。啊，什么认识自己啊？最怕的是不认识自己。我心是动的，我知道我在迷，我不在觉，我得好好的修。啊，如果心不动了，不动了，止于一处。我们念佛的人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一念之外啊，没有一个杂念，没有一个妄想，这就是什么？这觉了，觉心不动了。不动的心是真心，真心不生烦恼，真心没有业障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真心现前，你就知道了，你的烦恼断了。你业障小了啊，什么现前呢？智慧现前了。啊，再说的明显一点是戒定慧现前了。啊，依照中国古人的说法呢，你的五伦五常四维八德现前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心德，自信里头本有的，通通现前。所以智慧的能向好，向好在我们来讲，身心健康。啊，身心不健康的时候，自己知道自己迷而不觉。啊，一定要努力。要好好去修啊，净宗这个方法无比殊胜啊！为什么呢？人人都能学得到，人人都能学得成功，不像其他法门，其他法门没有那种善根福德因缘，你这一生不能成就。啊，净宗真的遇到接触到了啊，搞清楚搞明白了，死心塌地修学，一生决定成功，而且时间不要很长啊，真干的人真正把万缘放下，一心念佛一般三年他就修成了啊！修成之后，往生就自在了，想走就走，想留就留啊！为什么想留呢？
悲心恳切，看到芸芸众生太苦了，想给这些众生做个榜样，让他亲眼看见离苦得乐的样子，他相信了，他回头了，这度众生的啊，把离苦得乐做出来呀、啊，也就是把看破放下做出来。人为什么不能放下？没看破。啊，念佛功夫成就看破了啊，为什么？他随时能到极乐世界，到极乐世界，这个世界什么都带不去，连身体都带不去，就彻底放下。虽然他在世间跟我们表演的是一天到晚念佛，啊，有在工作当中念佛，这表演给大家看的。你是你忙有工作，哎，他也忙，他也有工作，他佛号不断。啊，有退休了，没有工作了，转念佛。啊，一天到晚佛号不间断。啊，生活一切随缘，没有一样不好。有的吃很好，没有的吃也好。啊，生活起居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。啊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他过的日子是法喜充满了，非常快乐啊！做种种事现，待众生苦啊！啊，事现什么？事现修的苦行，给大家做样子，让大家看。没有看到样子，自己感到很苦啊。看到这样子，我自己还不错了。啊，我们看到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三衣一钵，日中一食，树下一宿。啊，他不是过短时间的，过一辈子啊。走的时候在野外，不在房子里头，在树林里头走的。啊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威仪有责，这叫待众生苦。我们看到的待众生苦呢，他自己呢，他自己根本就没有苦乐，身没有苦乐，心没有忧喜，这本事高啊，这大定啊，大智慧啊，啊，他把苦乐忧喜统统放下了。我们看到他是在我们这个世间呢，实际上他自己住长寂光中啊，长寂光中啊，以应身来实现啊，给我们做榜样，做示范。这慈悲到基础啊，
啊，知道的人没有不感恩的，没有不尊敬的。啊，更进一步的人，那就是要效法，向他学习。啊，他能解脱，我也能解脱。啊，如果说能证得深空，是阿罗汉的境界。菩萨则大乘，是实性菩萨，七性以上的境界。第二种呢，法空无分别位。前面是见人，在一切人事上不分别了。啊，这更进一步，对万法无分别。啊，万法包括今天说的，包括动物、植物、矿物跟自然现象。全包括了。前面第一个是深空，这四种现象里的是人事环境。啊，动物都不包括，专讲人事环境。懂得处人之道啊，啊，待人接物啊，啊，这第二呢。平等照料，真谛之法，悟性本空。啊，那么这一条就是明心见性，见心成佛别叫三乘菩萨，是住、是行、是回向，别叫。啊，对于法空解悟，没有证得，别叫登地证得了。啊，别教登地粗地就是原教的粗柱以上。啊，我们常讲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这是原教讲的。啊，他们真的了。啊，虽然还没有真正成佛，得到佛的气氛，也得到佛一部分的作用。如果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那个当然是阿惟越致菩萨。啊，这个阿惟越致不是自己真的，是阿弥陀佛加持的。要到第三种，具空无分别智。无分别慧也，啊，都是讲的慧。这个往生呢，就真正是十八土了。啊，不比阿弥陀佛加持，他自己是阿惟越致菩萨。啊。我们要问
他得不得弥陀本愿为神加持的？为什么？弥陀本愿故。弥陀本愿里头没有说，啊，往生极乐世界，借作阿惟越之菩萨，十宝庄严土除外，没这个说法，没这个说法，十宝土也在内。你看，十宝土自己证得，又得弥陀威神加持，这不得了啊！所以，他的智慧神通道理跟阿弥陀佛没有两样。再加西方极乐世界十宝土的菩萨啊，41位法身大士，我们敢讲啊，智慧神通道理跟阿弥陀佛一样，不是跟其他的佛。阿弥陀佛一样是什么？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啊，当然有能力教化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，他有这个能力啊。对上能教等觉菩萨，对下了教无间地狱众生啊，真正普度啊。这种殊胜功德还得了吗？十方诸佛刹土里头没有啊！啊，唯独极乐世界一家，今天我们幸运遇到了，能不去吗？在今天这个社会，如果不往生极乐世界，绝大多数的人来生都在三途。我们如果想到三途苦，就得决心求生净土。啊，我拜佛，我怎么拜佛呢？我拜佛的时候观想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啊，称南无本师。那个南无是归命呢，归命本师释迦牟尼佛啊，弟子净空及一切有缘众生，有缘众生无量无边的求生净土。啊，每一拜都是观想着自己在当中，四周围无量无边众生，一起拜阿弥陀佛求生净土，没有第二个念头啊！念念求生净土，天天求生净土。啊，不是我一个人去，跟我有缘的众生统统有份，统统去。啊，我在这拜佛，希望大家跟我一起拜佛。这个小佛堂就无量大了，跟虚空法界一样啊，没有边际。啊，把我们的心量拓开。
包容一切。啊，望经还原观上说，含容空有啊，含空就是心包太虚，容有就是量周法界。啊，这个法空无分别慧，悟心本空。啊，所以这个是法身菩萨的境界。具空无分别慧呢，为全照中道，中道第一谛，所以超前二空。前面身空法空，身空是人我空，法空是法我空，人法皆空，空也空，空也不存在。啊，悉皆平等，平等是佛性。啊，世尊为我们讲十法界。每一个法界无量因缘呢，不是很单纯的。无量因缘当中，第一个因缘是什么？佛慈悲给我们说出来了。啊，成佛第一个因缘就是平等心，所以平等是佛心。啊，修平等心呢，是走成佛之道啊。平等没有高下了，没有同意。是一不是二啊。肯定一切众生，一切万物跟我是一体。啊，一颗自信变现出来。相不一样，体完全相同。从这个地方建立平等心，啊，平等观，看一切平等。这修成佛之道。如果先住在六度呢？那菩萨道，住在四地是声闻道，住在十二因缘是缘觉道，住在十善慈悲喜舍天道。啊，住在十善无界人道，无界十善里面有傲慢，有嫉妒，是修罗道；贪心是恶鬼道；嗔恚是地狱道；愚痴是畜生道。这是佛在大经上常说，设法界第一个因素啊，所以贪嗔痴一定要断。为什么？那是三恶道里头的主因啊，希望把它当干净。一丝一毫那个念头都没有啊，除得干干净净。
这幕后卦谱里头有个简单的解释，说熟地，什么叫熟地？建立一切法，这熟地。真地呢，明觉一切法，这个境界都非常高，这都是发生菩萨境界。啊，所以我们看到李老师当年讲这个般若，啊，他讲实相、观照、方便，大家很容易懂啊。啊，这个说的深了。我们再看下面第七，方便般若蜜。这后面四种都是般若波罗蜜里面开出来的啊，展开来，当然起作用。方是方法，便是便宜，这方便两个字要记住啊，两个字合起来就善巧方便啊，这个便宜就是最合适的，它没有标准，它是因人、因事、因时、因地完全不一样啊。所以底下呢，随机礼物啊，他不说人，说人呢？设法界只是人道，说无呢，设法界全包括了啊，无的范围比人大啊，无对上面包括诸佛菩萨、声闻缘觉、诸天修罗罗刹都包括，下面包括三途众生，全包括了无啊，所以随机列无啊，对一切众生都有利益啊，乃至于执无狂无啊，多爱护啊，多尊重啊。啊，不可以轻易破坏呀！啊，轻视都不可以，何况伤害？叫人民爱护，对待一切有情众生要仁慈，对于天地万物、树木花草、山河大地要爱护。啊，这叫随机利益，趁势愿意，实际是非常适合，恰到好处。啊，随他的缘，应该怎么做法就怎么做，真正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。啊，它不是一个时代版的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各地风俗习惯不一样，要懂得随缘。不懂得随缘，别人心里就生烦恼啊！啊，
伊斯兰教的礼，见面都拥抱啊，那我们要拒绝的时候，他就生烦恼了。啊，我们到每一个伊斯兰国家都看到，哦，才晓得，啊，这是他们的最敬礼。啊，所以入境要随俗，要令众生生欢喜心。啊，这才能够摄受众生。啊，摄受众生，佛法讲啊，皆法缘。啊，他对你尊重，他相信你，你说法他就会听。啊，他能升起恭敬心，他就能听懂。就能受益，一切是为教化众生。啊，慢慢他就懂了，他就明白了。啊，我们伊斯兰这些朋友熟了之后，哎，见面他不拥抱了，他好长。为什么他随顺我了？啊，我先能随顺他，他以后就慢慢的随顺我了。获长好啊，比握手的好，握手很累。获长比较恭敬，他懂得这意思哦。这十个指头代表三乱，获得一个呢？就是一心，一心是最恭敬的，啊，取这个意思，啊，合掌不要这样分着，这样子里面是落空了，一点合适，啊，这表这个意思，表法的意思嘛，啊，可是初见面的时候，我们一定随顺他。啊，久而久之的时候，他随顺我了。经云：“菩萨教化众生而不厌倦。”啊，这句话很重要啊，不能厌倦。啊，随其心要。啊，要能够。随他的心，随他的爱好，而为现身说法，是为方便般若蜜。啊，就是普贤菩萨誓愿里头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就这两条。啊。跟大众接触，与大众结法缘，一定要懂得四摄法。啊，四摄法：布施、爱语、力行、同事。啊，爱语不是甜言蜜语，不是这个意思。爱语。真正爱护他，所说的话都是好话，都是实话，啊，没有欺骗别人，啊，都是希望得利益，那么方便度有三，啊，第一个。
进去果相方便，为修诸功德了回向佛果。啊，进是切入，去是去向。这个进去是哪个方向呢？进去是果德的方向。啊，果相的方便呢？果是成佛，学佛最后的目标是成佛。啊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那是个中途站，必须要经过的中途站。啊，先到这个中途站，就保证成佛。啊，决定不会落空的。啊，一般大乘84000法门，它当中没有中途站，唯独阿弥陀佛这个成佛法门当中有中途站。我们到中途站是非常容易，啊，到中途站就得到保证。所以这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。啊，弥陀会被十方一切诸佛尊称为光中极尊佛中之王，这个不容易啊。诸佛如来对他尊重，对他佩服，就是他设了个中途站。啊，设立的非常之好。啊，因为他设立了，诸佛如来就不必再设立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修学大乘有困难，不能契入的，通通都送给阿弥陀佛，都劝他往生极乐世界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弥陀的极乐世界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极乐世界。佛佛道同啊，你那里有，我真就不必有了，我的学生送到你那就好了，这多方便，多自在啊。所以你看到佛跟佛当中，佛跟菩萨当中没有竞争的，没有嫉妒的，没有好胜心啊，没有要争取第一我来做，没有啊。你做好了，没有一个不欢喜，把学生送到极乐世界支持你啊，等于说阿弥陀佛办学校啊，十方世界诸佛刹土里面的弟子很难教化的啊，84000法门很不容易修成的，全部到极乐世界去啊，都交给阿弥陀佛去教化。毕业了就成佛。啊，这个方便法可以说阿弥陀佛48愿。闻名得业，圣念必生，这是进去果相第一方便啊，没有比这更方便的。
第二呢，巧慧有无方便。这个也很难。慧是融会，很巧妙的融会，有跟无。有无二法是对立的，在化身菩萨的境界，它是圆融的。有无是一，不是二。这个问题，在今天科学、哲学。是最高峰的问题，我们是学习的科目，最高深的科目。什么时候完全融会了？见性就融会了。没有见性。这两个融会不起来。有是俗谛，无是真谛。换一句话是，有是假的，无是真的。般若经上，像心经上所说的，色是俗谛，是有；空是真谛，是无。它融会了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融会了。把真相全搞清楚了，知道它是一，不是二。自信是空寂，或者叫寂灭。灭是空的意思，是无的意思。清净寂灭，为什么说它是真的？它永恒不变，有是现象，无论是自然现象、精神现象、物质现象，全属于波动里头产生的。波动就是有生命。这个现象有起有灭。但是起灭了速度太快。所以生命等于不生不灭。生没有原因，好像忽然起来，但是起来的时候立刻就消失了。他跟自信有没有妨碍呢？没有妨碍。有没有冲突呢？没有冲突。佛在楞严会上所说的，真空不爱妙有，妙有不爱真空。确实他没有妨碍，所以这个现象跟自信可以同时存在。
啊，一丝毫妨碍都没有，无障碍的法界。啊，清凉大师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，离世无碍，世事无碍，无碍。离世无碍啊，是说真跟俗无碍，真是事，俗是啊，俗是事，真是理。啊，正因为离世无碍，所以世事无碍。世事无碍怎么建立的？从理上讲的，每一桩事这个现象跟理没有妨碍啊，跟真空啊自信没妨碍，所以事跟事也没妨碍啊。华严经的境界，世事无碍。为什么不可得？四根四方碍，我们细细的去推想，1600兆分之一秒里面发生的现象，它跟什么起障碍？不但跟前念后念没障碍，同时升起的也没障碍，这是事实真相啊，叫诸法实相。啊，巧慧巧在哪里？巧在不分别、不执着、不起心、不动念，就无障碍了。啊，离世无碍，世事无碍了，就巧在这里啊。所以，简单说一句：放下便是，不放下就有障碍。放下障碍就没有了。如果在家庭夫妻吵架了，一句话就解决了，放下便是啊。啊，放下就不吵了，问题解决了啊，把你所争的问题统统放下，没事啊，这佛经上这一句话很妙啊，放下便是。啊，调停纠纷，这一句话非常管用。啊，你把你的执着放下，他把他的执着放下，事情就解决了。啊，为什么？放下之后，烦恼没有了，智慧起来了，智慧解决问题啊。不放下是烦恼啊，这障碍问题啊。六道轮回里头会搞成这个样子，没有别的，就是烦恼当家做主了，他用了死了。啊，每一个人都不肯放下。啊，这个世界就形成大乱了，叫乱世啊。每个人都肯放下了，这世界大治啊，啊，太平盛世啊。你看，一句话能解决问题。
第三，不舍不受方便，啊，这是应用在思想上，啊，不舍不受，为拔济众生，这是拔众生之苦，与众生之乐，叫拔苦与乐，了达能所皆空。而不舍利啊，不舍不舍利是能随缘啊，特别在今天的社会，今天是什么社会？科技发达，交通便捷。啊，自信便一切时空啊，这个世界是什么现象呢？人与人往来关系太密切了，而不是像过去啊，过去100年确实那个时代还有老死不相往来啊，人与人接触的机会少。啊，旅游不方便了。啊，所以生活圈子不大了。我们小时候，乡下确确实实有人在住在这个乡下了，一生一辈子没有进过城。城不远了，也就30-40里路啊。啊，走路要走3-4个小时。啊，没有经过城。他一生生活的范围就是邻居邻近几个村，他去过，再远没去过了。啊，所以这叫不相往来。啊，没有接触过不同的文化，不同的风俗习惯，没接触过。啊，那么现在交通便捷了。啊，交通工具太发达了。旅游全世界，啊，环球旅游要坐飞机也不过2-3天吧。地球转一圈了。我转过一次啊，从北京飞到巴黎啊，在巴黎坐火车到伦敦，有海底隧道啊，第二天从伦敦飞到纽约啊，在纽约住了一天，第三天就又回到北京。你看3天绕地球一周，这古时候你做梦都不敢想的。啊，美国的西岸跟中国沿海的东岸差不多10000公里，10000公里和中国是20000里啊，飞机10个小时就飞到了。啊，所以现在每一个地方风土人情都要懂。啊，你到那个地方去旅游，不能不知道，不知道是你就行动不得了。啊，那个地方的风俗习惯、礼节、饮食起居，啊，都得要问一问。
啊，不止于十里。啊，目的呢，是让我们旅游去的地方，对我们能够生欢喜心，不要讨厌我们这客人。啊，这是礼最重要的作用。啊，叫人对我们不要讨厌，不要嫌弃。啊，能够让他欢喜。啊，所以他的入境就随俗。啊，他们喜欢什么东西，我们不嫌弃。啊，我们穿他们一样的衣服，吃他们一样的东西，他非常高兴。啊，可是习惯有些跟我们习惯不一样。啊，没有吃习惯真的是不太好吃。啊，所以也都要品尝。啊，我们知道别人的，啊，别人也了解我们。啊，所以真正了达能心所行，能变所变，皆不可得。啊，但是不舍离。啊，是为方便度。啊，这三种行，这都是举例。实际上，方便范围无量无边。第八。愿波罗蜜，愿是誓愿，志求满足也，为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，尽未来际成就心愿。啊，这个大愿，这个愿是真正的。啊，是正当的愿，应该有这个愿。啊，人活在这个世界来干什么的？啊，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我这一生早年是修，我14岁就工作了，在抗战期间。啊，没有机会念书。啊，找一个工作，自己可以养活自己。常常想这些问题。啊，看到别的同学都能够念书，啊，都能够升级，我们这个念书的机会没有了。那个时候有一点空闲，就到水边树下坐到那去想，啊，为什么到这个世界来，到这个世界来干什么，人生的意义价值是什么。啊，那么当时给我打击头一个是学，
我就想，我失学是因为家里贫穷，交不起学费，啊，连生活都成问题。战乱的时候，啊，我就想，如何能叫天下这一些学生不再有失学这个烦恼，那呢，想教育，天天想啊，就能想出一套方法。啊，但是这一套方法到现在不能兑现。啊，教育要用钱。钱从哪里来？我想的方法是国民税收里头有个教育券。啊，教育券多少呢？你的收入的十分之一。啊，收入少的十分之一，收入多的十分之一。啊，这笔钱专门用在教育。学生从幼儿园到大学研究所都不要交学费。国家有这笔钱，就不要为没有钱不能上学了。啊，我跟你讲，完全是公费。啊，每一个人都要交教育费。啊，你的小孩学童年轻的时候一直让他升学，让他有机会读书。啊，想出这个方法了。啊，这从这里起源呢，以后越想越多。啊，到20岁的时候，就有一套很有体系的哲学思想。啊，所以我跟方东梅先生学哲学，我没有读过哲学书啊，也没有亲近过这些哲学家的时候，没接触过啊，我自己有一套胡思乱想啊。啊，我也写了个小册子送给他看。至少他看到我的思想很单纯。啊，也有体系。啊，真想学。所以他就真教啊。啊，让我到他家，等于说开特别晚，学生就我一个人。啊，每一个星期天2个小时。啊，这是我做梦都想不到的。可是这对我一生产生最大的影响。啊，因为我们从小不相信宗教。啊，尤其对佛教有反感。啊，认为佛教是多神教。泛神教是宗教里头的低级宗教。啊，从这个课程里面让我们认识，哦，佛教原来是哲学，不是宗教。啊，但是现在人不学哲学了，把它变成宗教。这老师告诉我的。啊，那我们学呢？我们学佛教里面的哲学，我们不学它的宗教。啊，老师这样介绍给我的。那哲学在哪里呢？在经典。
尤其是大乘经典，我这么走进来了，走进来才发现呢，经典里头真有好东西啊，是我们意想不到的。把整个宇宙万物解释的那么清楚，那么明白，超过科学跟哲学。对于人生有最圆满的利益，最殊胜的利益，利益没有边际。所以佛家讲愿，中国人讲智，人要有志气，人要立志。古时候读书，志在圣贤，所以中国的教育，圣贤的教育。教育的目标，成圣成贤。佛法是教育。佛陀的教育，教育的目标是成佛成菩萨。这才知道学佛跟学儒没有两样啊。中国人成儒，印度人成佛，其实是一回事情。圣人。圣的意思是明白对于宇宙人生的理事通达明白，叫圣人。佛的意思是觉，对于宇宙人生觉悟了，不迷惑了，也不是一个意思。那么中国从前翻译为什么不把佛翻作圣人，把菩萨翻作贤人？这读大乘经才晓得了，佛的那个意思，包括中国的圣人，包括这个，但是比那个圣的意思还要圆满，还要高深。圣跟他相接近，但是还比不上。这才不得已梵音。梵文的音保留下来，再加以注解。你看注解里头说明佛这个意思，是智慧，是觉悟。但是智慧他说了三种。一切智、道种智、一切种智，我们中国这个智没有这三个意思。觉也有三种，自觉、觉他、圆满。中国觉里头没有这三个意思。所以这种名词叫含多义不凡。它有很多意思在里头，不好凡。用音译来详细注解。我们就把它搞清楚搞明白了。人一生没有志愿，就是没有方向，没有目标，这一生呢空过了。所以一定要有志愿。那么学佛的人，他的愿通常是用四弘誓愿。四弘誓愿是总数。
四条。诸佛菩萨还有别愿，别离不开总，总能够摄一切缘，普贤的摄愿不离开这四句，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也离不开这四句。这个誓愿，第一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得度众生的愿。为了要度众生，没有德行，不能度众生。没有学问，不能度众生。自己修行没有圆满，不能度众生。所以后面的三愿是完成第一愿。啊，你要想度众生，成佛道，一定先断烦恼，成就你的德行。啊，你自己烦恼不断，你怎么能度众生？烦恼断了，你看，把断烦恼放在第一，你才能学法门。烦恼没有断，法门学不成功。所以先断烦恼，再学法门。啊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烦恼没断，不能学法门。啊，初学的人学法门是为断烦恼，目的在此地。啊，那么现在学法门目标错误了，他目标是广修多闻，他不是为断烦恼，所以学得再多烦恼也多。啊，变成什么呢？变成佛学家，佛门的学者。啊，修行正果与他不相干，把佛教变成知识，错了。啊，这都是我们要知道的。啊，法门学成了，还得要成佛道。正果，正果之后再教人，不会有错误啊！没有正果，你所学法门里头还带着有烦恼，还带着有业障，不纯。这个东西不纯，障碍你证入，障碍你证果。啊，那么你教别人的时候，会误导众生，那就要造孽了。由此可知，度众生不容易啊！
啊，那么今天在这环境里头，到哪里去找一个正果的人？不要说正高的，小乘粗果、大乘粗性位的菩萨，找不到啊。啊，这怎么回事情？这是众生没福。众生为什么没福呢？众生不想学好。所以，有修有证的人不来了。啊，来了，没有人尊重他，没有人喜欢他，没有人愿意跟他学习，他来没用处，所以就不来了。啊，佛家讲感应，今天众生用什么感？都是恶念、恶行。恶念恶行所感的不是佛菩萨，是哪些人？妖魔鬼怪啊！《左传》上这一句话说得好：“人气场则妖性啊，常是无常，无常是做人的根本。”啊，仁义礼智信。啊，今天的人不仁、不义、无礼、无义、无信。啊，五常全丢掉掉了，那么所感应的，啊，《左传》上说。妖性啊，妖魔鬼怪都出现了。啊，怎样才能恢复正常呢？把这五德找回来。仁者爱人啊，自爱爱别人。啊，义者讲道。啊，义是讲道理。古人所谓思想、言行，或情、或理、或法，这叫义。啊，礼是礼节、礼貌，不能不讲求啊。现在礼没有了。啊，智。是理智，不是感情用事。感情用事容易出乱子。啊，凡事要有智慧，用理智，不用感情。最后一个是守信用，不欺骗人。啊，不自欺，不欺人，信。这五个都没有了。啊，那我们看感应的是什么？啊，这个地方说经云，菩萨成就一切众生。供养一切诸佛，敬畏来接，证得如来智慧，是名愿波罗蜜。这总愿就是佛道无上誓愿成。
啊，成佛就能度众生。啊，什么时候成佛呢？不是成究竟圆满的佛，成分正佛就可以度众生了。大乘圆教，初住菩萨就分正佛。啊，在中国佛教里所谓的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他成的是什么佛？就是分正佛，他是真佛，他不是假佛。为什么呢？他证到了诸法实相，啊，没圆满。为什么没圆满？他还带着习气，无始无明习气没断，啊，这个不碍事，只碍他自己证究竟圆满的佛果，对这个有障碍。啊，他的智慧、神通、道理，在设法界教化众生没障碍。啊，所以他能教化众生，他可以跟一切众生感应道交，众生有感，他能应。啊，这是愿。愿也有三种，第一种求菩提愿，为自求佛果。啊，我们今天求菩提愿，就是求往生愿。往生就证菩提，往生就成佛果。啊，这个是在现前社会，男女老少，各行各业，贫富贵贱，贤与不肖，人人都有份。啊，因为求往生愿，条件很简单，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，真正相信有阿弥陀佛，这就是圆满的菩提心啊，发菩提心啊，真正肯念这一句佛号，知道这一句佛号无量功德之所成就，念这句佛号啊，诚心诚意去念这一句佛号，就具足一切功德啊。哪一个人不想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？断大恶，修大善，积大功，累大德。什么方法最好？念阿弥陀佛最好。很多人不知道啊。啊，用清净心、真诚心、慈悲心念这句佛号，就是灭大我，修大德，积大功，累
像经上所说的无量无边的功德了啊，积功为德。第二呢，利要他人，为救度一切众生。你要知道净土这么殊胜，信愿持名有这么多的好处，你能把这个东西介绍给别人，他接受了，你就度了他。这个法门难信之法啊，从哪里入门呢？从经教入门。经教里头最殊胜、最方便、最就近的，无过于无量寿经。无量寿经是极乐世界的说明书啊，极乐世界最好的一部导览啊，引导你去观光旅游，你把它搞清楚搞明白了，你就很想去啊。啊，如果经看不懂，看注解，听讲解，啊，有耐心的听，一遍一遍的听，啊，听上个十遍八遍，自然就通了，啊，离事通达。你的信心建立了，愿心建立了，那个佛号就灵了，相应了。一念相应，一念佛；念念相应，念念佛了。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